Hello，大家好，我是 Vicky。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近期比较喜欢的一些配饰，包括帽子啊、墨镜、首饰，然后包包，还有一些小的东西。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喜欢戴帽子的人，我相信如果有关注我一定时间的人都知道，我基本上每个视频里面都有戴帽子。最喜欢的呢是平时比较休闲的棒球帽，但是像夏天的草帽、冬天的那种呢子帽子、各种帽子我都挺喜欢的，好像我自己从小就比较喜欢戴帽子吧。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两个我经常买的帽子的品牌，一个呢是 Stylenanda， 我相信大家应该对这个牌子不陌生吧，就是很韩国网红的一个牌子，如果你要去首尔的话好像都要去他们的那个店打卡，虽然我还没有去过首尔。然后自从我发现他们家的网站上可以直接下单只有美国之后，我在他们家网站上买过好几次了。一般衣服呢还买的比较少一点，我比较买的多一点的呢是他们家的小的首饰啊，就像耳环、项链啊，然后还有就是帽子。那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一共有五顶帽子，都是我最近买的吧，还有最近戴的比较多的。那第一个呢是我头上的这一顶，算是一个渔夫帽吧，但是它实际上就是你看它的这个网眼还是比较大一点的，如果戴在脸上，上次我出去的时候戴在脸上是会有那种阳光洒在脸上的痕迹。不过像这个颜色我是很喜欢，而且其实我取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实际上它的这个帽子是这种软软的材质，就是如果你要出去旅行放在包里的话可以直接这样叠起来，很好收纳，也比较软，就是帽子的形状呢也是你自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随便凹的，就是你可以这样戴，然后可以把它这样稍微变换一下，或者把翻上去啊都可以戴的。我觉得这个是最近买的比较成功的一顶渔夫帽，我觉得像平时不管你是去上学啊，或者周末去郊游出去玩啊都可以。然后这是我选的第二顶帽子，是这种格纹设计的，算是我不太敢尝试的一种渔夫帽，因为它的这个边缘比较短比较浅，因为我自己头围比较大嘛，所以一般我选择帽子的时候呢，我想要它更好的修饰我的脸型，让我的头看起来小一点，一般我会买帽子的沿稍微宽一点的，这样看起来呢会有一个瘦脸的效果，而且让你的头的比例显得比较小一点。忘记说了，它这个是有好几个颜色的，我选的好像是 dark beige， 然后它还有浅一点的那种卡其色啊、乳白色还有黑色。然后这顶帽子也是，它好像应该还有一个别的颜色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Stylenanda 家的帽子基本上都是 one size 的，就是没有大小区别的，像我买帽子的时候就比较注意，一般如果有分大小区分的话我会选大一点的，但是如果是 one size 的话我就只有相当于赌一把。然后这个呢戴起来稍微有一点点紧，但是还是可以的，我相信如果是头围比较小一点的妹子戴起来会更舒服而且更好看的。这个帽子呢我觉得就是稍微更时髦一点，就如果你穿的比较街头比较酷一点的卫衣啊，然后戴那种细窄的那种墨镜也是很好搭配的。第三顶帽子有点像唐僧，因为我之前有一个这种浅色的宽檐的渔夫帽，我很喜欢戴，然后之前找不到了，但是我昨天在收拾箱子的时候又把它找出来了，所以不过呢这个是我后面又买的一顶，其实跟那顶的型差不多，它边缘稍微再宽一点，然后这个帽檐稍微更硬挺一点。然后它的一个特色呢就是它旁边的这两个带子它是缝在这个帽子上，所以是取不掉的，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呢可能你可以给它塞在帽子里面。我就是冲着这个买的，因为我觉得像这样，等一下，像这样就是系起来有一种那种田园的感觉，然后我就是想说配夏天像这种小裙子，就这样我觉得比较特别吧，有一种不同的风格在里面。或者还有就是我们最近不是都在搞花园嘛，种田，我也可以就是种田的时候戴。好，这顶帽子就是近期应该算出镜非常高的一个棒球帽，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棒球帽，我们家大概有十几顶不同样子不同颜色的棒球帽吧。但是我买棒球帽呢就是它的弧度这里是这样的，然后它的这个帽子顶呢要稍微有一定的深度，因为我知道有的棒球帽帽子本身这个地方的深度是比较浅的，然后戴起来呢就是有点这种效果吧，就会把你就是太阳穴这个地方凸出来，对我的脸型来讲不太友好，要稍微这种深一点，可以压下来在眼睛旁边，这样你看我这样平视过去在我眼睛旁边这样的
棒球帽，我觉得它对脸型的修饰效果是最好的。这个是之前我在 Stylenanda 上面网站上面买的，但是现在应该是没有了，因为我去看了好几次都没有再看见它官网上有了，所以这个大家应该买不到了。但是这个帽子我非常喜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颜色是这种浅浅的卡其色，不是纯白。我后来又买了一顶这种白的帽子，大家看，跟它比起来它稍微有一点那种驼色卡其色的感觉。然后它 Wednesday 的这个字是那种深蓝色的，就是非常休闲的一个配色。找这种乳白色的或者浅卡其色类型的帽子，因为我在实验了这么多颜色的帽子，因为我有很多黑色的、深蓝色的、粉色的、白色的帽子之后，我觉得这个浅卡其色是最百搭的。不管你是穿白色的卫衣、黑色的卫衣，像我今天这样穿这种白色的裙子，它好像都很好搭，都不违和。反正是我戴到现在最喜欢的一顶棒球帽的颜色，所以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颜色。这个是我后面买的一顶白色的这个帽子，上面写的 Lovely。我本来是想说觉得白色可能也挺好搭的，当然现在因为我自己穿的白色的衣服，所以看起来还行。但是就是总体来讲，或者是平时你休闲比较多的话，我是觉得这个颜色更好看一点。然后这个帽子也是好像还有一个很好看的大红色，可能还有黑色和深蓝色吧，我有点忘记了。然后你看它的这个帽檐也是这样，帽子的这种顶是比较饱满的这种圆形的。刚才迪伦进来打扰了我，说到哪里我都忘了。以上呢就是我选择棒球帽的时候比较喜欢的适合自己一点的形状。最后再多嘴跟大家说一句，就是 Stylenanda 他们的网站呢是可以直邮美国的，然后我刚才也去看了一下，中国也是可以直邮的，然后$50以上都是免运费的。刚才介绍他们家的这些帽子呢，价格都是在$10到$20，我觉得价格算是比较好的。我自己之前在他们家官网上买的这个用户体验，我自己都觉得是挺好的。而且前两天买这一单的时候，我觉得一个礼拜不到吧，好像3天就寄到了，速度也是很快，所以推荐大家可以去他们家的网站上看一下。好，然后第二个要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 Lack of Color。 我应该也不止第一次在我的视频里面提到这个牌子了，他们是澳洲的一个帽子的品牌。然后想想前前后后大概买了有5顶他们家的帽子了吧，我都觉得挺喜欢的。而且之前我回国的时候帮家里的姐姐也戴过他们家的帽子，都很喜欢。然后基本上我是在他们家官网上买的，现在 Natalie Porter 上面也有他们，只是款式不是很全。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网站叫 Princess Polly， 上面也有他们的帽子。然后他们家的帽子的价格稍微会贵一点，大概都是$80-$90的样子，但是我真的觉得他们家帽子的质量是非常好。像这顶草帽我大概我觉得已经买了有2年了吧，你看我今年戴起来，它的这个形状还有大家看它的这个编织的这种工艺，帽子里面的做工呢也是非常好。经常有人在下面留言问我说，如果戴帽子就前面粉底蹭到会怎么办？我也有粉底蹭到，我有的时候呢会在戴完一天之后取下来，然后用那个卸妆的那个湿巾稍微在内缘里面擦一下，但是其实我觉得也擦不太掉，只有用那种水洗或者牙刷刷可以刷掉。但像那种草帽吧，我都不太愿意让它碰水，所以这个没有办法。一般我知道如果今天我要戴草帽的话，我可能在额头的粉底会涂的比较少一点。还有我有看到网上大家有贴那种 3M 的胶带，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然后他们家我比较推荐的版型呢，一个是我现在戴的这个叫 Spencer Boulder，我觉得是最百搭的一款。像我平时戴，有的时候就这样把头发散起来，因为我短发嘛，或者我把头发这样扎起来戴，我觉得也是挺好看的，有一种优雅度假的感觉吧。然后另外一个帽型呢是他们家的这个叫 Fedora， 它帽子稍微有一点点高，但是前面的型是这样做一个收的这个样子的，然后这里是凹下去的。我现在手上只有这种呢制的，就是冬天戴的这个帽子，但是像它的边缘啊还上面的这种皮，我觉得就是看起来都是非常有质感的。其实我有看上他们新出的2019春夏的一顶 Fedora Hat， 也是那种编织的，会有一点点透光的，但是现在他们的网站上面已经全部都 sold out， 然后我自己有看别的也都 sold out。 哦，对， Amazon 现在也有卖他们的帽子了。然后呢我自己很想买的那顶帽子，我放个照片在这里，现在是 sold out， 不过一等它补货我一定要立马下单。这个真的是我今年夏天最想买的一顶草帽了。我一般买的都是 L， 就是大号，然后他们家从小号是55厘米，中号是57厘米，大号是59厘米。大家可以量一下自己的头围，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怎么量，你就用那种软尺就量自己的头围这一圈，就是你戴帽子的这一圈。然后我戴
大号呢是稍微比较松一点的，正好呢我也不想它把我的头勒得很紧。如果你想要找就是设计的样子呢比较好看，然后质量又很好的，我真的非常推荐他们家，因为现在很多草帽都可以卖到好几百美金吧，所以我觉得他们家算是性价比很高的，然后在 Instagram 上也非常的红，我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帽子讲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些配饰。像我今天耳朵上戴的这个耳环是这种透明的塑料的，那天我去逛街的时候看到，哇，一眼就很喜欢。然后这个耳环当时还有粉色的，好像还有一个浅的那种琥珀黄色吧。那我觉得白色这种呢就是夏天看起来更干净清爽的感觉，所以我就买了这个白色，稍微有一点点重量，但是我觉得超级好看。它是这种一朵两朵三朵这种小花的设计，一戴上就是那种很晶莹通透然后夏天的感觉。然后今年夏天呢，我觉得配饰的一个大的趋势就是那种海洋的感觉，像珍珠、贝壳还有海螺这种元素的东西。然后先跟大家推荐一下我最近超级喜欢的一个手链，它是这样，就是一半是这种小颗粒的珍珠细细的链条，然后后面是这样系带的。其实这种东西应该洗澡都要取掉的，但是我就忘记了，然后第一次洗完澡第二天早上起来才发现，哦，昨天洗澡都戴了这个。这个应该不是真的珍珠，就是那种人造的，但是它的这个金链呢是925的，正好跟我自己平时戴的这个手链放在一起，我觉得超级搭配又很秀气的感觉。刚才我去参考了一下它的这个大小啊，它这个链子本身到这里的长度是15厘米，后边吊的就是你可以继续调节的呢是3厘米。去量了一下我自己的手围，就是手最粗的就有这个骨头的这个地方是14厘米，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手腕大小跟我差不多或者比我稍微再粗一点的话，这个大小都非常合适，或者你可以再调节。如果你的手腕比我还要再细很多的话，可能这个戴上来就有一点点大，因为我现在就是把它扣在最紧的这个地方了。再给大家看一眼，我觉得好好看啊。虽然我一般戴首饰不喜欢戴这种比较熟女感觉的，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戴上很秀气很好看。像今年我觉得最流行的一个风格就是这种海螺造型的 choker。 Hello 江江，但这样就是突然在中间决定要入境，那就让它待在这儿吧。当然我现在感觉有点多，因为我耳环又是这样，或者戴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这个海螺比较大颗嘛，实际上戴在脖子上也不是很勒，它后面的长度也是可以调节的。然后呢就是要跟大家推荐一副墨镜，前两天发了一个微博，然后很多人在问这个墨镜是什么。它戴上是这个样子的，是 Jenna Monster 的，然后型号叫做 Oli。 然后我的这个颜色是那种深灰色，有一点点偏墨墨绿的吧，颜色的名字叫做 G1。 它这个镜片已经够大，又不是那种粗边框的，周围显得也比较秀气一点。它这个也是有鼻托的，我觉得适合大部分亚洲人的脸型。它镜腿后面这个设计我觉得也非常好看，我不知道这里看不看得见，我这个镜片上面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标志，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是它的这个防伪标志。而且大家看镜片它这个地方前面，它前面这里比较薄，这旁边有一点点凸起，所以在旁边这个地方看起来比较厚，但实际上它镜片是薄薄的一片。 Jenna Monster 的墨镜真的是非常适合我觉得亚洲人的脸型，这款就是我最近比较喜欢的，而且它颜色也很特别，不是那种茶色啊或者黑色镜片。其实如果在阳光下呢它是比较透明的，只是因为现在在室内稍微有一点点暗。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买到非常喜欢的一个小包，是这个牌子的。然后实际上他们家是做首饰珠宝的，像耳环啊那种比较酷一点风格的链条啊，然后上面有宝石的那种。但是我是看到他们家的这个小包超级可爱，有没有？而且非常的闪耀，因为他们家实际上是做首饰的嘛。你看它这旁边有吊一个类似于他们家耳环的一个东西，上面有一个橙色的这样一个小宝石，然后下面有两个这个链子，一个是这种绿色的，一个就是这种色的链子。这个包包的类型是不是叫口金包啊？我复古造型的这种扣子这样拧开的包，然后它里面是这种绸缎的一个内衬，整个包包其实比较软啊。如果你在里面放进东西，像我可以把
卡包放进去啊，然后那种唇膏其实都还有空间的，就是我可能平时出门也带不了太多的东西。这样扣上，这边的一半是这种宝石颗粒的，然后这边是铁链的，就超级适合夏天的一个小包，像穿这种小裙子啊或者吊带裙，如果现在春天还比较冷的话，穿西装外套然后背这个包，我觉得都是很好看的。但它应该不是就是让你可以收在里面这样用的，可以勉强的合住，这样当一个小手包拿着，我觉得也非常可爱呢。好，那么今天视频就这样，跟大家集中分享一下最近就是买到的比较喜欢的，还有利用率比较高的一些配饰方面的东西。那么希望大家还喜欢今天的视频，我们下次再见，拜拜。